最爱的琪琪，今天上山来，在山上遇到了这个野生的川段啊，川段呢又叫蓄段，然后是一种非常好的药材啊，非常好的药材。看一下，开完花，果子都已经掉了的啊，果子都已经掉了的，已经干了。现在正是采收川段的季节啊。我这里呢挖了一颗出来，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川段是这样子的啊，非常的漂亮，煲汤也可以啊，炖来吃也可以，泡酒也可以，药用也可以啊，非常好的补品。我爸爸这里也挖了一颗出来，看一下，看看我爸爸挖的这一窝。还拔断了，拔断了呢？看一下带叶子的，它这个带叶子，叶子上面有带毛毛的，毛茸茸的。这个，如果你们家乡没有川段，想要川段摘起来，然后做标本呢，你可以跟我吱一声啊，可以跟我吱一声。这个我先带回家，然后早点说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发给你啊，发给你，非常的漂亮。开花也很漂亮啊，它不光是是补品，而且开花也很漂亮，药用价值也很高。如果不知道的朋友，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川段的功效和作用啊。川段啊，四川的川，断断续续的断啊，断层的断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。